昨天我看到有媒体评论，这份意见有三个满满的特点：情意满满、干货满满、信心满满。我们相信，通过意见的落地见效，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将更加完善，闽台人员往来将更加便捷，贸易投资将更加顺畅，交流合作将向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拓展。两岸一家亲，闽台亲上加亲，两岸一家亲，闽台亲上亲的社会氛围将会更加浓厚。